个下午五点钟来东京立法院到现在，已经四个多小时。其实我们不在，我们在现场大概有二十几位的立委，那现在立委是也从多人不敢上，甚至有不少感动。有几位刚开完刀的，他也过来了。那你看到这里的冰块为什么这样子？而且看到上面有暗，因为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立法院不给我们这里的灯，也不给我们的气。那这个我想，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很决心，就是说，我们负责很清楚，很清楚拒绝承认。因为监察委员，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根本监察院也没有提满，也没有提完，他一样可以做。那现在的话，27个监察委员，4个，其实我们看得到是非常绿的，所以这一份又绿又烂的监察委员，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来去审查他的。所以我们主要的目的就希望能够阻挡这次整个经理的人事同意结果进行。那么当然需要各界的支持，因为各位看到我这里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自从这个消息出去之后啊，很多人很关心的说我们需要什么，告诉各位，其实我们这里面都有最需要是水的水，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全身的汗，这个湿的又干，干的又湿。你可以看到这里冰块，为什么冰块呢？因为我们旁边电风扇，电风扇吹啊，就让我们会感觉比较凉快一点啊，比较凉快一点。那今天晚上，当然我们就在这里要过夜，要时常坚持一点不夜，坚持到底。所有的人都会陆陆续续会就定位啊，除了少数几位，他们最近接受了一些的手术，还有家里突然有一些事情，否则的话。我们到哪里，几乎全民都可以到齐啊！这是展现我们在的力量，那么希望能够得到各界的支持，那么外界很多人非常关心，那么不断的说要送水进来，有人说送电子书，我想这些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先谢谢大家。最需要的是各位给我们支持，一起来向这个压霸以及这个都城政府向蔡政府说 no。但绝对不是特别是陈局副署长，他现在当监察院长，他在高雄市长任内被监察院立案调查的58件，被纠正30件，那这个东西他市长他责无不贷，要扛起这个责任。所以等到他当监察院长的时候，来到监察院的院长，结果他要来调查他自己的案子，请我也看，对全国老百姓是一个不好接受的。所以我知道外界都非常关心，到目前状况就像各位报告，目前所有的党政人员在目前情况来讲都非常的这个在这里，我们就坚守我们的单位，我们总共有好几个位置是全部都是要给你拴起来，就不让他们进来啊。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用他们所谓的人海战术把我们清掉，我不知道，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请各位一起来支持我们。